我们一起诵读诗篇第八篇一到九节，去开始我们今日的崇拜。我会先读第一节，请大家读第二节，最后尾一节，我们一起读。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弟兄姊妹早晨，欢迎大家来到今日我们早上的主日崇拜。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是恩主，我多谢你，多谢你心恩，你是荣耀的君王，你亦都是和平之主。我们多谢你，多谢你今早你来到，是给我们有机会，有生命气息，有这个恩典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今天要定义的高举你的名，当我们在这里来到庆祝你的降生的时候，深信主啊，你会给我们看到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你的恩典，祝福悦纳我们的敬拜，听我们祷告感恩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的用我们的歌声来到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Sunday
圣善夜，众星照耀极光明，今夜亮神，尘埃救主来临。世人沉沦，被罪恶枷锁捆绑，救主来到，罪人必得拯救。绝望罪人重获希望，真高兴，快来迎接这荣耀新神王，恭敬崇拜。我听天使高声唱，我心声我心圣耶，圣耶，我心圣耶。圣光照亮，凭信我跟随前往，见主永眠，爱主心更坚定。圣光引导，在高天闪闪照明，东方博士前来献上珍宝，主是我良友。当我心灵忧伤，万王之王诞生在百里行，救主是人，看顾我软弱忧伤，让我仰望你往谦恭敬拜他前，救主救我，要真心常亲相爱，受他戒命，全福音算和平。救主舍身，宝血将我罪洗净，靠他圣名，众罪恩得释放。快来高唱欢乐诗歌，感谢众人当齐声赞扬主圣名，基督我主，我永远赞他圣名，至尊至尊权威万世，全仰不息。
今日的读经是来自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和九章六到七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是慈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我们多谢你，你给我们今天能够怀着感恩的心来到在世上度日。我们多谢你，因为今个月份是庆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月份。我们多谢你，因为
你差遣你的圣子降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是要向全人类传讲父神你的恩惠、慈爱、能力和恩典。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是重建了神人之间的复和的关系。我们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候，也都祈求你让我们能够是心怀盼望和信心，在这个疫情的时代，在这个真是世局不安稳的时刻，主啊，让我们能够是勇于向胆怯和失望的心灵传扬从你而来的平安、爱、正直、公义和光明。主啊，我们深信你的临在化解人间的仇怨，我们深信你的触摸能够医治人心的伤痛。哦，主啊，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我们愿意世人来到是回应你的救恩，愿你的旨意成就在这个地上，愿你的国来到早日的降临。我们多谢你，今天我们属你的子民，我们一起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特别的为到美国这一新一波的新冠疫情的大流行，我们再一次来到祷告，在这个冬季的这个冠状病毒的流行当中，我们求天父赐下怜悯，安慰受苦无助当中，亦都求主你都是医治患病的人，亦都俾我哋当中好多人都能够早日顺利嚟到打到疫苗。求天父你都是赐人心嚟到归向你。在这个动荡的世局，在这个无助的困境，懂得怎么去寻求平安的主，都求主你帮助弟兄姊妹和家人朋友，因为疫情带来无论在工作上、健康上、心灵上、财务上遇到的困难，求天父你都是保守帮助。我们都是祈求天父你都是怜悯我们的国家，我们都是求主你赦免我们国家的所有的过犯、无知、恶行，也都求主你都是给这个政局来到是早日的来到稳定。我们都求主你施恩怜悯，我们都是多谢你给很多前线的医务人员他们努力的摆上和委身，也求主你保守他们的健康，将这个恩典重重的来到保守他们。我们为到我们教会的这个是 Pauline 姊妹、思乔姊妹、 Rachel 姊妹、Blenda 姊妹和 Melinda Ho 姊妹，这些我们都是为到我们有其他有家人在这个前线做医务人员的，我们都是求主你在当中你特别的保守看顾，我们都是在这个疫情里面，你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到寻求你，更多的来到是见证你。所以我们为到筹备中教会的网上的全福音的查经课程，我们都是求主你都是感动我们弟兄姊妹勇于向微信的亲戚朋友发出邀请，亦都在微信的亲戚朋友里面求主你做松土的工作，俾佢哋愿意的来到参加。我们系都特别的纪念到我们今日我们都是青少年的这个崇拜在网上的崇拜，亦都求主你保守我们下一代在这个居家疫情的期间，他们能够仍然的
在你的话语里面学习，仍然有机会你的福音的种子在他们心灵当中来到长大，也都是求主你都看顾保守我们当中居家的弟兄姊妹，我们身体有软弱的，求主你在当中你来到帮助医治我们，多谢你，求主你祝福悦纳今天我们的敬拜，藉着你的话语圣灵亲自的在我们心里面来到是做改变我们生命的力量，多谢你听我们祷告感恩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的其实是讲预备主耶稣的降生的第三讲，前两个星期主日呢，我们就是讲了一二讲，是讲什么呢？其实是预备主降生呢，我们看到有亚伯拉罕的后裔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看到怎样在创世纪以来人一犯罪，神就什么为我们预备了那个永恒的救恩，透过这个揀选了其中一个人叫做是亚伯拉罕，以至亚伯拉罕其中一个后裔的支派就叫做以色列国有十二的支派，当中呢继续一路落到去我们上一讲是大卫的子孙就是亦都是耶稣基督在这一派那里来到出来，我们上一讲我们讲了今天我们仍然的继续讲预备主降生但今天我们就不是在马太福音看了，我们上一次那两讲是由马太福音，大家记得的是由一章一节开始到十七节，我们有十四代基督，今天呢我们会看路加福音，反而是路加福音他讲到是有两件事，就是天使两次的顯現我們再來看看路加福音就不同的，路加福音就不像馬太福音一開始就講耶穌基督的家譜，反而一開始呢他由一些事件開始，然後呢講到基督出生第二章第三章才講耶穌基督的家譜這個編排就有跟馬太福音有些不同。好，我們來看今天的經文 是記載在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到三十八節，一章二十六到三十八節，找到的请听我读出神的话语。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呢，我们看在
幾方面嚟到睇，喺三方面。第一方面咧，我哋睇到神點樣嚟到係預備主耶穌嘅降生。我哋從時間、地點、人物嚟到睇。第二個方面就係人對神嘅呼召嗰個回應，當然係講到瑪利亞啦。第三方面就講到有神同在嘅瑪利亞。佢有咩特色喺當中，亦都俾我哋喺當中學習乜嘢功課。咁首先講下，其實係點解會由馬太福音轉到路加福音咧？其中一個係咁，因為今日我哋講呢個係一個家譜中最後一個女性，佢叫瑪利亞，因為那稱為耶穌基督嘅。是從瑪利亞所生的，咁呢個係馬太福音。如果大家記得前兩講咧，就十七節啊，好出名嘅，就係從瑪利亞所生。之前我哋當然係講過有幾個女性啦，喺舊約係咪有好似有拉合啊，有呢個路德啊呢啲。咁我哋一路一路講落嚟嘅時候咧，我哋會講到瑪利亞。咁當瑪利亞嘅時候，點解會轉到路加福音呢？因為喺馬太福音佢講完家譜之後，佢亦都講到天使出現。但係呢個天使出現咧，你發覺係向約瑟顯現啊！呢個係馬太福音嘅記載。點解要轉到路加福音？喺路加福音佢記載咗嘅係天使向瑪利亞嘅顯現，所以喺預備主降生，天使都好忙嚇。天使第一佢講到係就喺路加福音一到二十五節咧，佢講到係天使首先去呢個撒加利亞同埋出現呢個撒加利亞嘅祭司咧，亦都係以利沙伯嘅丈夫啦，就預言你會有一個仔，呢個仔係作為好似以利亞咁。有咁嘅心智，佢係做基督嘅先鋒，咁呢個係第一個出現預言。呢個就係路加福音一章開始講嘅。第二個咧就係我哋睇到，就係喺到了第六個月呢度向瑪利亞顯現。而喺馬太福音咧，佢係講嘅係向約瑟嘅顯現。所以回去上兩個星期講解經家，亦都喺呢個經文嘅記載咧，亦都係其中一個證據係推敲咗馬太福音記載嗰個家譜係約瑟，因為下邊就講約瑟啦，係下邊講約瑟，咁就係話俾佢聽瑪利亞懷咗孕呢件事咧，你就唔好去休棄佢，所以你就咩啊？你就要將佢娶過嚟，佢會生個仔，你可以起名叫耶穌。佢又同咩啊？同一章三十一節頭先我哋讀嘅路加福音，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天使係咁同約瑟講，當然後邊就係加多一句話，就係佢要將佢嘅百姓從罪中嚟到拯救出嚟。咁呢個係馬太福音天使對約瑟講多。有少少唔同嘅，所以到咗路加福音咧，佢記載瑪利亞，然後記載耶穌出生，再記載另一個族譜，所以亦都係另一個推斷，就係路加福音嘅族譜係從瑪利亞呢一邊嚟嘅，所以呢個其中一個嘅推斷嘅原因啦。當然講好，我哋睇翻今日嘅經文，我哋睇翻今日嘅經文咧，其實咧，路加福音一開始佢講到係天使出現對一個祭司喺聖殿裏邊對一個祭司嚟到講你將會懷孕生子，但係呢個祭司咧當然你太太將會唔係你啊，撒加利亞咧雖然佢喺聖殿服侍咗幾十年好老嘅祭司，佢又冇仔女，咁當天使講嘅時候佢竟然唔信。咁點解唔信咧？咁同時間嚟上嚟講，你難怪佢唔信因為以色列國咧，佢北國南國，佢喺主前722年前，即係話就係喺而家天使顯現之前咧，722年前咧，北國就亡咗啦。咁喺
586年前咧，南國都亡埋。啊，本來剩咗兩個支派，便雅敏支派同埋猶大支派喺南國，佢仲捱多百幾二百年，咁都係亡咗啦。咁但係當時咧，仍然有先知嚟到啟示神話，將會有一個彌賽亞，將基督將會降生。但係到咗呢個預言，到咗舊約嘅最後一本書，叫做馬拉基書嘅時候咧，佢預言咧就喺主前四百年。咁啊，預言話有救主將會嚟拯救以色列民，但喺主前四百年，馬拉基先知預言之後，就一直嘅冇動靜，神又唔再有預言，所以你就難怪當時以色列民，哇等四百年，佢一路咁樣喺度等，又亡國亡咗五六百年，咁點咧？神似乎冇动静，所以望到颈都长埋，真系话有盼望，话有盼望，但系四百年神竟然冇再叫先知嚟到对以民讲说话，所以你就知道当时嘅世代咧，以色列民被呢、这个罗马呢个政权嚟到统治。唔單止係咁樣，並且個文化上、宗教上咧，佢亦都受到咩啊？受到希臘文化或者宗教嘅侵蝕。當然，當時係咁，你知咧希臘文化咧，佢哋嘅哲學就好犀利嘅。佢哋嘅哲學，佢哋咧就係一個多神論。佢哋亦都好中意嗰啲雕像啊，所以在外邦人住得多的地方咧，滿係嗰啲偶像，滿街都是，咁呢個好大件事啊！你出門又見到好多啲廟啊，外邦人建嘅廟，所以對呢個以色列人咧係嘅信仰係越嚟越侵蝕啊！所以以色列人嘅信仰慢慢咧，佢有時會變質。喺呢個咁等待了幾百年，在這個這麼失望的時候，在這個黑暗的時候，在這個人就快要絕望的時候，四百年，你看看，以前我們日本侵華八年抗戰，是吧？他不是他幾四百年，我們八年已經很辛苦了。那你看到當時真的想不到神的救恩就忽然嘅臨到啊！呢個係好多以色列人係未準備好，或者佢哋唔想唔到嘅。難怪呢個祭司啊，呢、这個係撒加利亞，佢聽到天使同佢講嘅時候，佢唔相信，所以天使話你要啞到你嘅仔出世啊！嗰九個月全部都講唔到話，因為你唔信啊！所以當你睇到一個喺聖殿服侍到神幾十年的咁敬虔的撒加利亞都不信，咁何況下邊呢個故事呢？下邊嘅故事是一個小女子，可以講係一個名不經傳的呢個係瑪利亞。咁當我哋睇到呢個時候咧，我睇翻今日嘅經文就二十六節，到了第六個月。咁咩意思？到了第六個月咧？咁第六個月咧就係同下邊三十六節懷孕六個月係有關嘅，就係呢個天使咧第一次報信咧，佢就報俾撒加利亞聽。過咗六個月，所以呢個係講到撒加利亞嘅太太以利沙伯。她懷孕了六個月，這個六個月是指她懷孕了六個月，她不是一預言撒加利亞就馬上她的太太懷孕，因為她太太在什麼？在家鄉，她在耶路撒冷，她還要值完班，可能要幾個星期還要回去什麼？回去她的家鄉嗰陣時先至可以懷孕，所以可能就七八個月前係第一次報信。呢六個月同下邊三十六節嗰六個月係懷孕咗六個月之後嘅意思之後，因為上面一直講到伊利沙伯懷孕啊嘛。咁今次咧就講到係到了第六個月，
我哋睇到咧，神咧，佢嘅做事方式咧，系喺人谂唔到嘅时间地点，佢嚟到出现啊！四百年之后，竟然嘅佢喺咩啊？奉差遣去到加利利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咁喺拿撒勒咧，你睇到咧系一个城或者一个乡咁样，一个城嘅意思就系一条乡村。咁呢个乡村咧喺加利利，加利利嘅地图咧比较解释下咧，我哋谂我哋就喺加州，呢个系加州就好富裕噶啦。加州系耶路撒冷咁样，即系地理位置当然冇咁远啦。我哋系咁样谂嘅，系加州。加州上邊咧，可能係Oregon 呢個州，咁我呢個係代表北國，北國咧就代表咩啊？北國就代表咗好多嗰啲撒瑪利亞喺度，再上去咧先至係加利利，就係而家可能係我哋華盛頓州咁樣一路咁上去啊，加州上去就係俄勒岡州，然後就華盛呢個。華盛頓州嗰度，佢係咁樣嚟嘅，即係話係中間就隔咗一個外，即係外邦人已經混雜咗嘅民族，佢叫做撒瑪利亞。所以加利利咧好偏遠，亦都好咩啊？可以講又偏遠又離嗰個文化、政治、宗教中心耶路撒冷係好遠好遠，你想象唔到咁遠係。邊遠的地區，它在當時北國的上面，當時的人叫加利利是什麼地方？外邦人的加利利。那為什麼叫外邦人的加利利？第一，它離耶路撒冷很遠，第二就是它差不多有一半人是外邦人，雖然它那裡有純正的，不是好像撒瑪利亞那樣是撒瑪利亞人，它有純正的猶太人，但也有很多移民，即係亞述國咧，佢係移咗嗰幾百年，係移咗好多外邦人去到加利利住，所以喺猶太人密集嘅地方，比如係猶大地，比如係耶路撒冷咧，佢稱加利利叫做外邦人嘅加利利，佢唔叫猶太人嘅加利利。加利利喎，因為點解咧？太多外邦人，有外邦嘅廟，有外邦嘅偶像，隨街都係，所以佢哋覺得咧，加利利咧係一個咩啊？是一個偏遠的，是一個神不眷顧的地方，也都好當中很多人是不敬虔、不虔誠，是屬世界的。用我們的話而家嚟講，是很屬世界的一個地方，很偏遠。佢交通又不發達，佢有軍隊喺度駐守，有啲士兵，佢亦都係有啲商旅啊，行嚟行去的時候，咁可以開一啲。飯店開一啲旅店做呢啲咁嘅生意，因為佢太偏遠咧，變咗佢就商業唔發達嘅時候咧，好窮，一個好窮嘅地方，所以難怪咧，拿撒勒就係耶穌嘅家鄉，亦都係咩啊？亦都係佢爸爸媽媽嘅家鄉。所以雖然耶穌喺伯利恆出世，因為佢人口普查要翻去佢父母嘅祖家大衛。伯利恆嗰度嚟到係人口普查，所以啱啱嗰陣時出世。但係之後佢逃往埃及翻嚟之後咧，佢就住喺拿撒勒啊。佢喺伯利恆出世，但係佢咩啊？佢係喺拿撒勒長大，所以叫做拿撒勒人耶穌啊。所以難怪當喺約翰福音當呢個安德烈叫佢嘅朋友拿單葉。佢話：，我介紹一個人俾你識啊啦！佢呢個係可以講偉大嘅教師，亦都係偉大嘅先知。佢話：你嚟，我介紹你認識。咁跟住拿但要話：耶穌係邊個啊？你咁都唔識拿撒勒人耶穌啊嘛？拿但係點講啊？拿撒勒都可以出好嘢咩？外邦人一條好窮嘅村，拿撒勒，你查下，即係當時嘅好多猶太人，即係喺耶路撒冷查一查，拿撒勒從來未出過先知，冇呢個傳統，我哋叫做係，
拿撒勒做了什麼好事出來啊？所以在一個人看下去很不起眼，很偏僻，甚至是覺得是很多人住在那裡是不敬虔，因為離那個聖殿太遠了，你很少聽到拉比的教導，你很難去這個聖殿聽這個宣講神的律法，你也很難得來到一年可能一次兩次才能夠去聖殿敬拜一下這樣的猶太人。但是神就揀選到這裡的人，並且他揀選什麼？到一個童女已經許配大衛家的人，名叫瑪利亞，這個童女他揀選了一個叫瑪利亞的童女。在聖經我們稍後我們看看一個蒙大恩或者一個與神與他同在的童女瑪利亞，他有什麼 特徵。但我們看呢，其實呢他都有很多品格，但是聖經沒有說他是很美麗、很有智慧。聖經呢都說 他有特別的特色，但他就揀選了一個童女叫做瑪利亞，在一個不敬虔、被人稱為外邦人加利利的地方。並且這個瑪利亞呢，你知道他跟約瑟，你跟在耶路撒冷的人比，他們是很貧窮，其實是。那貧窮代表他們文化不高，約瑟都是一個什麼？約瑟都是一個木匠，當時在一個窮鄉裏面做一個窮的木匠，所以他耶穌叫做木匠之子。木匠，你發覺耶穌出世之後，父母去獻祭，連一隻羊都買不起，當時比較富有的人家可以買一隻羊去還願獻祭，但是當耶穌出世第八日之後，他們去到這個聖殿呢，是買白鴿，買個斑鳩，這個是一隻，這個是雀，很便宜的叫做是。那你知道他們不富裕，真的，但神就是揀選這些人睇嚟係咁低下層嘅，人睇嚟係佢哋當中係住喺一個咁窮鄉僻壤嘅地方，就係神揀選嘅。神就唔揀選咩啊？唔揀選喺耶路撒冷當中出生喺高貴嘅家庭、貴族嘅家庭，甚至出生喺祭司嘅家庭，神冇揀選。一陣間我哋睇翻呢個人物瑪利亞的特色的時候，你發覺瑪利亞和上面那個祭司撒加利亞亦都是一個很大的對比。祭司撒加利亞啞了成年，比我們不能夠說比天使點了的啞月，反正就是令到他啞，是因為他不信。但是瑪利亞呢，瑪利亞所以和祭司亦都是一個很強烈的對比。俾我睇到預備主耶穌嘅降生咧，神係用人諗唔到嘅時間方式揀選咗一個好特別嘅童女瑪利亞。咁呢個佢揀選嘅人咧，為咗預備耶穌降生咧，其實佢係對人嘅一種嘅呼召啊！你睇到咩呼召咧？係咩啊？你要一章三十一節，你要就成為了當神揀選了他，說你已經在神的面前蒙恩的時候，有一個使命，你要有什麼？你就要成為救主的母親。哇！其實神去揀選每一個屬他的人，我們生命中其實都有一個呼召的。我們不是每個好像瑪利亞那樣的使命，每一個人的使命都不同，但我們一定是有使命的，弟兄姊妹。我們知不知道神給我們的使命是什麼？但你看看今天的經文，你發覺神給人的使命基本上呢，這個挑戰呢是大到人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們有時做了基督徒，我們有時覺得很難，有時覺得很多的這個是挑戰。是啊，神揀選人去做一個使命呢，是一定是我們力所不能及的。其實很多時候是，如果不是，用什麼靠神呢？
所以神就是藉着人去做一些事是人做不到的。我们生命上的使命都是有时我们觉得太难，我们就不做，我们就放弃。其实这个是当中是我们损失了神很多预备给我们的恩典。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看回这个主耶稣预备主耶稣降生这个经文的时候，他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有时我们觉得我们没用啊，我们又不叻，又文化又不高，能力又不强，我们又年纪又大，我们又软弱，很多东西我们觉得神拣选我们，我们就什么翘埋手在等，等食等瞓等上天堂。不是的，神拣选我们，神要祝福我们，并且要我们将祝福带给我们身边的人。这个就很重要，这个是。所以当天使对玛利亚的时候，他说一个蒙恩，所以神是要什么？要祝福人。你都看到当神是拣选一个人的时候，每一个属神的人都会什么？都会面临很大的挑战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神拣选我们就是要我们享福，就要我们什么事事顺利，不是的。今天你看到玛利亚因为神的拣选，你发觉她很害怕，其实是为什么呢？她要面临很大的挑战，她要怀孕生子，这个很大 的挑战。第一，在生理上的挑战，怎样呢？他说34节，他的挑战就是我还没出嫁，怎么有这件事呢？他其实这句话的直，他原来的意思呢，他有一点就是我还没出嫁，即是我，他意思就是我还没许配了，我还没过门，他意思就是这个许配呢，是不是过门，是订婚，是订了婚的。我是那对方都未迎娶我，通常呢迎娶大概订了婚到迎娶之间大概有一年的，其实是那这个呢，我们如果估计订了婚可能都是两三个月，你知道是为什么？一会儿说，因为后来约瑟是法国玛利亚是怀孕，其实是，但是还未迎娶，他怎么有这件事呢？所以这个他不明白，他这个是生理上的挑战。生理上的挑战呢，这个一方面，但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是道德伦理上的挑战。对玛利亚来说，怎么道德伦理呢？我们之前讲到一章一到二十五节，讲到什么？是讲到伊丽莎白的怀孕，伊丽莎白的怀孕素来不生育的，她现在怀了男胎，这个是一个很什么？很祝福的事，这个也是一个由羞耻到什么？到这个可以值得庆祝的事，因为很老了，已经放弃了一种希望了，已经是想着不会有小朋友了，那时候她竟然有个男胎，那就不同了。但是到玛利亚呢，他在道德伦理上的挑战呢，在当时的社会，在犹太人的社会是相当困难，相当不容易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如果很多熟悉旧约律法的犹太人呢，他们熟悉最背得多的是什么？摩西五经。他们的所谓律法呢，就相当当时的社会相当我们现在的法律，因为他们是用律法，他主要是拿来什么？是道德伦理上其中很大部分是规范，当然他有很多是宗教性，律法上是怎样献祭，谁个做的祭司，怎样来到在当中赎罪，怎样来到还愿，怎样来到在当中来到是将平安祭将燔祭献给神，怎样来到在你日常生活中来到是对神那种敬虔，也都是透过很多的十一奉献来到是在当中
透過守呢個安息日啊、守禧年啊呢啲嚟到係得到神嗰種嘅祝福。咁呢個係宗教方面，但另一方面咧，摩西五經咧，佢喺道德倫理上邊亦都有好多嘅規範，成為當時以色列人社會上一種嘅法律。啊，摩西五經喺呢個生命嘅22:23-24咧，熟悉舊約嘅以色列人咧，佢好熟悉有一條律法，就係講到乜嘢咧？佢講到就係、是、如果一個童女一個女子，佢許配咗俾人一個男家，咁通常咧就話一年之內，即係會等一年嘅，起碼要先至嚟到係結婚。佢話喺一年之內啊，佢話。如果呢個童女同人犯咗奸淫，同另一個男人，哦，係點啊？摩西五經話呢個女嘅要被石頭打死啊！俾男家嘅人用石頭打死，因為佢羞辱咗男家。你已經定咗婚，雖然未過門，咁如果未定婚，咁就刑罰就輕好多喎。如果未定婚，一個童女咧，佢懷孕咧，佢只不過係咩啊？就逼，即係可以講揾翻嗰個男嘅出嚟，要按照嗰、那個啊、責任道義嚟到儲呢、這個，或者係賠償。佢哋當中亦都有賠償，佢有唔同嘅處理方法，當中有好多嘅空間。如果呢個童女未，所以佢講到咩啊？第27節我哋翻去睇下，已經許配大衛家嘅人，名叫約瑟，童女嘅名字叫瑪利亞。27節，佢呢度係好有心意嘅，其實係你睇下，好有心意，就係、是、其實係埋一個伏筆，就係、是、當初瑪利亞佢咩啊？佢面對天使所講的話，他接下來他要面對的是道德倫理上的很大的壓力，這種的挑戰、啊、但你發覺呢，瑪利亞的反應真的看到他是一個很有信心的人。弟兄姊妹、啊、我們再回去講一下馬太福音一章，我們一個問題就是天使第三次，第一次就是撒加利亚，第二次瑪利亚，第三次向約瑟顯現的時候，的時間是怎樣？我想想，起碼是過了大半年，過了半年之後，第一撒加利亚，第二就中間就瑪利亚，第三呢約瑟呢，起碼過了半年，因為怎麼知道？因為在馬太福音說，這個約瑟是個義人，他知道瑪利亞懷孕之後，什麼叫知道瑪利亞懷孕之後？就是好幾個月之後才知道嘛。他這個不是瑪利亞說給他聽，可以說是幾個月之後，可能瑪利亞他慢慢的肚子已經是突了出來，出出入入，有時候在哪裡去邊邊打水，是很多人說知道的意思，意思即係藏唔住嘅時候，咁呢、這個約瑟因為佢係好人義人，佢又唔想明明嘅羞辱瑪利亞。咩叫明明嘅羞辱啊？就按當時嘅風俗，就係你許配咗俾人，而你有咗身孕同第二個男人，即係嗰陣時個法例就係男家約瑟可以用石頭當眾，仲要當眾啊！嚟到掟死瑪利亞，佢唔想咁樣明明嘅羞辱佢，就想暗暗嘅將瑪利亞休咗。咁佢咁諗嘅時候，嗰晚天使就顯現俾約瑟睇，佢話：啊，你要將瑪利亞娶過嚟，因為佢懷嘅係呢個從聖靈而嚟嘅懷孕，並且你將呢個男仔出世，你起名叫耶穌，因為耶穌本身的身份就是什么？耶和华拯救，他要将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你看到神的处事方式吗？玛利亚要对道德伦理的压力，原来啊，约瑟都要面对，他的未婚夫约瑟都要面对。你发觉这个有时我哋面對人生好多嘅困難，好多嘅難阻，好多解決唔到嘅難題，
神是不是不可以解決呢？其實是，但神就是留住给人去面对，在当中来到经历他的恩典，来到认识他做事的方式。其实为什么不可以去完玛利亚家的时候怀孕，那当然跟着就玛利亚就会怀孕，他为什么又不直接去完玛利亚家就去约瑟家呢？或者他不直接跟玛利亚说你不用怕，真是怕的、哦、既然我在神面前蒙恩，为什么要我对将来要面对那几个月是这么大的道德伦理的压力呢？其实天使可以跟玛利亚说，其实是我现在立刻去约瑟家告诉他这件事，所以你就不用怕，他没这么做、哦、弟兄姊妹你发觉吗？天使是这么赶的吗？约瑟家离玛利亚家很远吗？同一个乡的，其实一点都不远，他就在拿撒勒，有几远啊？但是几个月之当他知道他怀孕之后，先至去讲给约瑟听，为什么不早一点呢？或者早一点给玛利亚一个定心丸，我们叫做告诉他听，其实你不用怕，我跟你搞定了，就未搞定了，就是。所以这个就是挑战什么？玛利亚的信心，其实是。挑战玛利亚的信心。玛利亚，我是谁呢？穷乡僻壤一个小女子。你揀选我，还要说我出世的儿子叫做至高者的儿子，还有一个王。仲要是一个王，因为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王33节，直到永远他的国母穷尽，这个是来到实现他对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应许。哇，你看到、啊、虽然你看到约瑟、啊、和玛利亚都是大卫一支出来是王族，但是你知道王几百年之后，不是几百年，是大概1000年，主前1000年，大卫做王，他很多的后代，他有这么几十个仔，很多的后代，有些都沦落民间，都变成什么？平民中的平民，庶民，其实是，因为这个王国也都是亡了。但是你发觉，神一直的没有忘记他的应许。所以神是信实的，弟兄姊妹，问题就是玛利亚怎样反应。你知道上一个第一次天使出显现在路加福音第一次 开头的时候，对玛利对撒加利亚显现，撒加利亚就不信他这么年老，他和太太会有个什么约的仔，因为我太年老了，天使我不可能的人体来。但到了玛利亚，她连丈夫都没有的时候，天使说你会怀孕生子，你会不会信？所以我们看回、玛利亚的信心，她从两方面而来。她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呢？第一就是，首先她的信心的基础是什么？主和你同在。第一，原来一个有主同在的人，主会加能力，主会加信心，所以主同在很重要，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当中，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多多的祷告，我们跟神的关系很重要，主同在。第二呢，重要是什么？30节，神面前已经蒙恩了，在神的面前，你看他跟神的关系是很近，这个也是神的恩典，蒙恩典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呢，我们有时信心是什么？并不是出于自己，都是神所赐的，不是靠我们自己。你知不知道蒙恩？因为神坚固他的信心。所以在这个故事和上一个故事呢，也是一个对比，一个小女子和一个在圣殿上侍奉了几十年的祭司的信心的对比。那个祭司有什么？完全不及玛利亚。那个祭司还要哑了成年，
因为他不信。圣经明明讲天使话，因为你不信。但喺玛利亚，佢冇唔信喎。咁喺当中，我哋嚟到学习咩功课咧？第一就系我哋要学习，当玛利亚有咁嘅奇遇嘅时候，或者有咁嘅大嘅挑战嘅时候，你睇佢虽然好惊，29节惊到不得了，但系佢反复思想这样问安呢句话系咩意思？其实系原来一个人反复思想神嘅话语好紧要，默反复思想就唔出声嚟到想，正如诗篇第一篇系嘛？呢、这个系昼夜思想神嘅话语，呢、这个系。呢個係可能係瑪利亞遇事嘅一個習慣，所以我哋嘅讀經群組啊，今年開始我哋都讀到差唔多，而家十二有差唔多一半嘅聖經，咁呢個真係好感恩啊！其實係喺開始嗰幾個月咧，我係就係有個少少嘅介紹嗰段經文，叫大家睇，然後中下邊有一個禱告。幾個月之後咧，發覺仲係要差咁啲，咁。近呢幾句大家知道，我哋加咗一行喺中間，就係當日睇嘅經文有兩節嘅經文，可能係咁有兩點，我哋就默想，有個習慣就俾弟兄姊妹默想神嘅話語。未必係呢兩節嘅，其實弟兄姊妹，當你讀經嘅時候，你可以加第三節落去，又非常好。就係有邊一節經文係你覺得係特別嘅感動，或者你覺得特別嘅喺當中你。神是透過這段經文，聖靈是挑起你的心，那你在當中你來到默想一節的經文就夠了，默想是很重要，所以難怪他這麼有信心，他默想。第二呢，就是我們看回34節，瑪利亞對天使說，我沒有出嫁，怎麼有這事呢？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他來到尋求神的那種的旨意，為什麼有這樣的事呢？他是不明白，嚴格來說他不明白，就不是不相信，他不是不相信有這樣的事，他只不過是不明白，所以天使就解釋給他聽。其實天使也都什麼，也都不是解釋得很清楚的，天使他說什麼，為什麼我未出嫁都可以有這樣的事呢？天使就回答他了，圣灵要临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因此你所生的使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他就解释两样东西，圣灵临在你身上，就是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这个任备有很特别的这个字，第一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救恩他给玛利亚知道，你这次怀孕就不是说我还没出嫁，我还没有许配的男人，不是，这个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的感恩从圣灵感恩而来，就是这样同贞女怀孕，100%这个是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这个第一。第二呢，天使要玛利亚相信，就是当然我们人是没有能力做到嘛，就是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那这个任备这个字呢，本身呢就好像一只翼啊，即是鹰或者是母鸡冚住啲鸡仔，佢任备呢个字，任下呢个字咧，好多时候圣经用咧就系一个藏喺入边咁样，即系佢嘅能力令到你藏喺神嘅翼下。咁咩意思咧？就系、是、意思即系话系神喺暗中嚟到系行事。其实讲白啲咧，就系咧。嚴格來講就是講瑪利亞都不明白，你要相信神的能力，第一時間已經是問題，你信不信而已。現在是因為正如聖經所說，顯明的事可以屬於我們，隱蔽的事是屬於耶和華。聖經很多隱蔽的事其實 是屬於耶和華的，我們其實不明白，用人 的思想是想不明白的，就是神在暗中来到做事。正如伟大的神学家，这个是马丁路德他说的，其实是改革的神学家，他说神很多时候他做事他不需要说给我们听，我们也都不明白，
它超越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但是问题我们就要用谦卑敬畏的心的心态来到对待这些事情，就是比如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任备这个字就是它会暗中来到行事。我们不明白的，到现在我们都不明白，很多神学家我们就想不明白是什么，一个有罪的玛利亚为什么可以生出无罪的耶稣，这个我们不明白的，其实所以想不明白是怎样，有些人就将它推断玛利亚无罪嘛，但如果你这样推断呢，逻辑上是不通的，如果玛利亚无罪你又要推玛利亚的妈有没有罪了，玛利亚的妈一直推上去了，咁推上去推去亞當嗰度，唔係嘅，其實係呢個係一個奧秘，就正如聖經係神所默示嘅，但係有限嘅人、有錯誤嘅人，聖靈透過佢寫出嚟，點解成為一本無誤嘅聖經？當然無誤嘅聖經唔係講和合本，唔係講King James 呢啲，係講原來個版本係無誤嘅，真理上係無誤，所有都無誤，因為係。聖靈默示，但人是有誤的嘛，那會不會寫錯呢？但原來那個版是不會，當然後來那些抄呢，可能有千分之一可能會抄錯，我們不知道，這個是有的，這個是因為傳下傳下，但是不影響這個真理當中的來到是傳講，這個就很重要。所以你看到默想神的話語，尋求神的話語，還有你看到瑪利亞呢，她有一個特色，就是順服神的話語，所以才有這個救恩，這個是主耶穌出生。你看三十八節怎麼說，情願，她情願，她不明白的，其實是你信神的能力，你信神的能力，她因為出於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他说你为人就可以为人，那你信不信呢？他说我信的，情愿即是信，不情愿即是不信。所以他问的问话就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事呢？他不是不愿意，他是不明白。所以我们是可以不明白的，弟兄姊妹，但是不明白之中，我们信不信得过神？我们信不信得过神的话语？玛利亚信得过，所以神是这么祝福他，并且他也是实践神的话语，情愿情愿讲下情愿，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愿意，但做不到嘛。他情愿这个话成就在我身上，这个成就呢，表示他要委身，表示他要面对道德伦理上很多的挑战，表示什么？他需要等候，表示他需要忍耐，他需要忍耐，因为刚才讲过了，天使是几个好多个月之后才再向约瑟显现，是约瑟，要想休他的时候来到显现，表示他要面对他未出嫁的女子，他要面对很多人背后的议论，背后的很多这个是是是非非，中国人叫做很多人那种的特殊的眼光，他要忍耐，不是一日两日，你知道他要忍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主耶稣的降生，看到什么？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叫做我们开始跟那个时机时机就是神是特别的，来到在一个时刻拣选了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一个特别的人物玛利亚。那当我们今年2020年可以说是2000多年了，过了我们过了有2020个圣诞节，但当我们回去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发觉今年我们的心情是吧，我们发觉今年的圣诞节可能有些光景，有些情景可能是跟第一个圣诞节很相似的，弟兄姊妹。为什么相似啊？当时的犹太人，等了很久神没有启示，并且一直的在
羅馬人的統治當中，很多時候他們要面對的是戰爭、饑荒，當時有饑荒，當時面對有戰爭、有饑荒，甚至有瘟疫，要失業，因為猶太人經常的來到被這個是羅馬人抽很重的税，所以他們耐不耐有些小型的這個是反抗，導致什麼？導致很多猶太人那些憤鋭黨，其中一個西門憤鋭黨，耶穌的門徒，就是那些叛亂分子、恐怖分子，經常他們都被殺，很多人心惶惶，不得安寧。在第一個聖誕節我們再看的時候，其實跟我們這個聖誕節都好像，就是一個很混亂的局面。並且呢，猶太人他內心是充滿了什麼？仇恨，對這個社會、對政權那種的仇恨，還有活在一個被人蔑視的環境，他有很多的不平、很多的不安，跟我們現在亦都好相似嘅地方，弟兄姊妹，用一個成語嚟形容，可以講係當時嘅猶太人係愁雲慘霧啊！佢哋嘅心情係有啲相似我哋今日2020年嘅聖誕節，真係疫苗又唔知幾時打到，美國選咗總統咁耐，又唔知邊個做總統，好多都令到我哋咩？令到我們不安的事情，當初都是這樣。但你看到猶太人一直的期待救主這個來臨，尼賽亞的來臨，他希望能夠趕走這些猶太人，建立分好像當時大衛的那麼強盛的一個國家。但你發覺尼賽亞降臨沒有解決他們這些事情，尼賽亞降臨，你看到猶太人亦都沒有因為耶穌基督的降臨趕走羅馬人，甚至耶穌基督還要被羅馬人釘在十字架，他們生活會變得更好嗎？不像、哦、所以當天使向瑪利亞預告的這個聖誕，不是一個無憂無慮的聖誕節，弟兄姊妹，第一個聖誕節就不是一個無憂無慮的聖誕節，但是我們很感恩的是，第一個聖誕節它是一個什麼？它是透過一個很順服，透過一個在當中來到願意委身，願意相信神的話語，願意相信神的能力的這個瑪利亞，讓我們看到聖誕節它證實了什麼？證實了神那種的憐憫，他 是一個守約的神，神是一個智慧、恩典、有能力並且賜給人平安的神，所以蒙大恩的女子，他問你這個瑪利亞安，他是得平安，因為神與他同在，因為他是蒙大恩。弟兄姊妹，在這個或者今年最沒有聖誕氣氛的聖誕節裏面，很多時候我們以前是很大群人，一家人，或者是我們教會，我們都有什麼？我們想起往年過去幾年，我們都有 caroling， 我們有報佳音，去不同的去華人超市去 target 派福音單張，今年沒有。我哋往年嘅聖誕節，我哋都會有好幾隻火雞嚟到焗咗，嚟到一同嘅慶祝聖誕。我哋又有焗 ham， 今年冇。但今年我哋有乜嘢咧？今日嘅經文佢提醒我哋，今年我哋可以做乜嘢咧？就係每一個屬神嘅子民，我哋要喺呢個聖誕節裏邊。和第一個聖誕節沒有變的，就是我們要思考神在我們每一個人生命中的使命，我們要思考我們如何的去蒙恩，我們要思考主耶穌基督的降世是給我們，給這個世界
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盼望，是被一个黑暗的世界，当时第一个圣诞节的世界就非常的黑暗，在当中很多人无出路，因为你是亡国奴。很多时候亡国奴就是你身不由己，你被人统治的时候没有盼望，没有出路。但在这个时候，正是在这个时候，圣诞节提醒我们出路在哪里？出路在神那里，出路在耶稣基督那里。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去效法玛利亚，在当中来到怎样顺服神，怎样因为因着顺服神而得到神那种的祝福。正如圣经讲的，在妇女中玛利亚是最有福的，因为她是救主耶稣的母亲。神祝福玛利亚，亦都透过玛利亚来到祝福万民，透过玛利亚将耶稣诞生在这个世上。我们深信今日神仍然的和每一个属祂的人同在，仍然的在圣诞节里面将盼望、能力、恩典、平安带给我们每一个。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是啊，恩主，我们多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你提醒我们其实我们都是非常的蒙恩，因为主你都是一样与我们同在。我们多谢你，虽然这个世界带来的给我们是混乱，带来的给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个是失望，带来给我们是不安，带来给我们是忧虑。但当我们再一次仰望你的时候，当我们再一次回去二千多年前，天父是怎样预备拣选玛利亚来到有这个圣子的诞生的时候，哦，主啊，我们就充满了盼望，因为你是那位施怜悯守约的神。你说过你不会撇弃我们，你永远的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所以我们多谢你，无论我们要面对环境上什么的挑战困难，我们要深信我们有一个保守我们的救主。我们多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低头的，听我们祷告感恩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弟兄姊妹，在祝福之前呢，提醒大家，接下来下个主日，我们20号，那我们是一个圣诞的主日，那我们都是在当中有这个圣餐，请大家下主日在崇拜之前就预备好你的杯和饼。如果你是当中弟兄姊妹需要的，要来这个回教会，或者需要我们要去安排派送的，那你可以跟我联络。如果是回来拿呢，就是星期二的早上和星期四的下午，教会都是 open 有这个办公时间。好，我们一起低头领受从上而来的祝福。但愿天父上帝的大爱，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永恒的救恩，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居家的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弟兄姊妹，愿神祝福大家，与大家同在，赐大家平安。我们下个主日同一时间再见。